中国平安 A 股大涨近 7%， 市值重返万亿俱乐部。11月21日消息，中国平安 A 股早盘大涨 6.8%， 报 54.88 元每股，总市值重新站上1万亿元关口，再次跻身万亿俱乐部。港股中国平安 E 大涨超 8%， 净利润为 115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32.5%。 截至发稿，中国平安涨幅收窄至 6.48%。